大家好，我是大脸，我在烟台市的莱山区，在世纪华府附近有一家传统鲁菜馆，我妈喜欢吃他家的手撕面包鱼，这家店呢价格不菲，但是妈妈喜欢吃，我今天就领妈妈过来尝一尝。先吃个菜心儿，司马牛金德市场，这份菜心儿是5块钱左右一斤，可能壳多，上菜也难。这一盘大鱼不少，这盘大鱼肚子吃，大排档，比鲜鱼好吃。现在把配上都挺贵的，这个量好，质量就和质量。小道也厉害，你这是嘎过一道是不是？我吃过，你吃过？我吃过，你要不要你不点买一个人哈密瓜？好吃，价也好，118。九点三点是98，好高兴，好吃，好吃。以前的瓦片上都是不值钱的鱼啊，现在都是好东西啊。是一两千块，瓦片上天天可卖1毛钱一斤，现在还有也可卖，8分钱一斤，那是跟自己分嘛。在小水区，现在还有供辣品，买20斤来干，再一个都过了净斤，两个了，少给我的鱼。20斤就了不得的，你看20斤鱼送4毛钱，这个太小腿圈，外头的40厘米，哎呀，像海边上一堆一堆都在海边上啊，跟沙子一堆一堆。这是鱼头头的素食。这块肉加坑坑是好美食。我一直吃就行，空了口吃还挺香。这么大把，这好像不是正宗的。对，你怎么分的外地的本地？本地熟，咱不能跑，你快出来！大酱面，来一碗汤。这个手撕面包鱼是118，这么一条，分量非常足。我妈说了，这是她吃过的烤鱼里头的天花板了。今天消费是189元。